爱你一天一天，想你一点一滴，终于爱你的心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穿上脸颊的红晕，是我爱上你最好的证明。爱我一天一天，想我一点一滴，终于爱我的心扑通扑通扑通的感应，当时光慢慢收集每一个可爱的你。不好意思啊，同学，学校规定社团少于三人呢是不能成团的，你多找点人再来找我吧。啊，学长，我成立数独社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人类数学的未来。再说你也不想看到人类的数学堕入黑暗吧？你要威胁我，咱们就更没得商量。学长慢走。喂，学长，你愿意拼团吗？什么？可以拼团？好啊，他们是什么社团呢？天文。搞天文活动的？当然，天文数学不分家嘛。那我们的活动室是在104。哦，好的好的。B104在哪？综合楼的地下室是海大最神秘的所在，因为阴冷潮湿，人迹罕至，被同学们附会了很多神秘的故事。而传说中，这里原本是食品厂的一个冷库，更让这里增加了神秘的气息。我只相信科学。打扰了，请问这是 B104 吗？迷途的旅人，你终于回来了。不要害怕，既来之则安之，进入这里便是有缘，让我来给你揭开人生的迷雾吧。是那个二维码。我不叫小神棍。这就是 B104 啊，这也没有学长说的那么可怕嘛。哎，你在这干什么？这里是我们社团的活动地点呀。可学长不是说这是搞天文的吗？占星也是一种天文活动。那好，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是庄伯乐。米信儿，我就知道锦鲤之神说的没有错，我们果然有缘分。缘分？对呀、啊，也许我们命运会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纠缠？世间的一切都是可以用科学来精妙计算的。当然不是，命运这种东西是不确定的，怎么可能依靠数学来计算呢？我们锦鲤俱乐部追求的是事件的真相，还有改变命运的能力。所以说你呢，就是通过命运来到了这里。算了吧，我告诉你，我不是来加入锦鲤俱乐部的，是学长让我来的。哦，你是那个一个人都没有招到然后来拼团的人吧？彼此彼此吧，你们锦鲤俱乐部不也就你一个人？你那条破鲤鱼也不怎么灵。敢不敢试试？试试就试试。好，那我们来比好运。先超出大吉者胜，如果输了的话，只能用活动场地的1/3。比好运，这不就是概率论吗？谁怕谁呀、啊？你先抽。概率，谁先抽中奖的概率就小，反之，后者抽中的概率就大。我赢了。这不科学！你作弊了，我不服。我们再来一次，如果我再输了，
我就用活动室的三分之一的三分之一。好了，这个呢就是你的区域了，怎么样？考虑一下加入锦鲤俱乐部吧。不，我死也不会放弃树毒社的。为什么？因为据科学调研，社团会使人类感性情感的成功率大幅度增加。哦，你想找女朋友？我没有。哎，你靠近点看看。同学，你要干嘛？别动啊。什么情况？难道他身为一个学科高质量男性，我不能这么轻易的就摘掉这副眼镜吧？你拿我眼镜干嘛？打你头啊！谁信？着不了。哎，你又拍我干嘛？你看，是不是摘掉眼镜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这什么？是鬼影哎！不会存在鬼影的，这一切的不科学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这一定是镜头内部多层镜片在光线不规则的情况下折射或反射形成的。你们说的影子不会是我吧？小直，许直，你怎么认识他的？这是我室友，我当然认识了。你怎么认识的？他化成灰我都认识。据统计，69%的男生单身，是因为他从小没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生。走啊，上课去啊。而我。许直在学校很受欢迎，但我也不差呀。可是我是个恋爱绝缘体。庄伯乐，希望你期末考试顺利。我不爱吃甜的，所以我在学校不甘心输给许直，就跟他打了个赌：如果在20岁之前我找不到女朋友，我就变成个女的。愣着干嘛呀？给我拿着。这啥呀？宣传单。哇塞，你这么快就印好了。你跟锦鲤俱乐部什么关系啊？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锦鲤俱乐部的第二位成员，小直，对吧？算是吧。嗯。我跟你说啊，你明天赶紧跟我们一块去发传单。我又不是这个俱乐部的，我发什么传单？你有意见？一个女生怎么能这么凶？同学，同学，锦鲤俱乐部了解一下啊。同学，看一下，锦鲤俱乐部。同学，同学，锦鲤俱乐部了解一下，很管用的，很管用的啊！同学，锦鲤俱乐部了解一下，你在干什么？欢迎加入锦鲤俱乐部。那个那边人多，我去那边发啊。哎，同学，社团了解一下，谢谢。哎，同学，同学，社团了解一下，好好好，谢谢，谢谢。庄伯乐，你什么意思啊？我今天忘记传单了。那你就偷我的宣传单，然后你还改我社团名字，你给我拿来。不给。给我。我改都改了，你也用不了了。几个钱啊？大不了明天给你。你，看你装。切。这也行啊。庄伯乐是孽缘实锤，我要靠多年积累的经验来重新寻找证明。来吧，星盘就位，剪刀就位，青铜剑就位，小脸在就位，只剩仪式还没有到，把头发放到中间就可以启动了。你干嘛呢？
天，爱你的心慢慢的浮现，快落下的太阳打碰在了你的脸，举着手眯着眼看着你笑很甜，月光很浅，小鸟都安眠，时间快偷走了拥有你的地平线，弹着吉他瑞咪咪嗦为你唱着歌，又想起记录着我们短暂的快乐。哦哦哦哦，我在意唱着歌，你抱着我睡着了，天快亮的时分爱还没有